宏基平板产品火力全开，带动了八月份营收达到306亿元，月成长7.37%。展望第三季，宏基就表示了他们保守看待，预估 PC 的出货季增幅度呢，渴望维持在5%以内。未来将会力推中高阶的机种，希望借此拉高营收占比，强化毛利率，来稳住整体营运。